Thank you, Brenda, and it's my great pleasure, and I think it's definitely I'm very honored to give a talk on genetic testing, like especially how it works in China with collaboration with Brenda and Impact Genetics for over the last 3 years. And I have met some here, actually a lot of doctors today before, like in their own cities and in the hospitals, and also met David and Sandra and all you lovely people, and we had a wonderful night last night. So I will give my speech. I think I prefer to do that in Chinese to get that understanding for the doctors, local doctors, especially I'm doing some explanations on the reports. But I do fix my PowerPoint, so it's bilingual. And I think especially super smart guys and can figure out even with just a few words in English would be good. And at first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background, so I'm not an ophthalmologist. Myself and Washington, we started a company agency back in Canada. Actually, we have a research lab in Toronto. And 3 years ago, we moved back to China and established GNC China in 19, which is like 2 hours high-speed train from Shanghai. And over the last 3 years, we do not just in retinoblastoma, but we also do a lot of other tumors, both in solid tumor as well as like the leukemia and hematologic tumors. We do the genetic screening for the cancer patients and trying to identify driving gene mutations and all sorts of mutations which relate to target therapies, especially for target therapies. So that, and also we do predictions for the prognosis for the for different cancers, and to trying to help doctors to make better judgment in terms of what kind of the systematic therapies they choose for the cancer patients, especially for the late stage cancer patients. Now I'll start with my topic. 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就是我们跟加拿大一起合作做 RB 这个基因检测。然后事实上，我们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内，跟中国应该已经有超过300个家庭。事实上，300个家庭每个家庭很多情况下都是做父母和孩子嘛，所以说已经将近应该有接近千例样本。然后整个一个合作过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Impact Genetics 是应该是世界上在受母细胞瘤这一块基因检测是最 权威的一个机构，然后我们跟 Impact Genetics 合作的话，事实上是各取所长，然后我会具体的讲一下，它的整个的流程是什么样子。整个的流程事实上是因为中国非常非常广袤嘛，然后我们的样本事实上是从全国各个医院来搜集的，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查它的那个 RB 基因的那个遗传性的一个突变，就是 germline mutation， 所以说我们 收集样本的话是一般只要外周血就可以了，然后样本收集之后，事实上是通过快递，然后运送到我们南京的实验中心。到我们南京的实验中心之后，我们事实上对样本进行全面的一个处理，然后进行测序。测序的话，我们使用的平台事实上是多平台验证，为的目的是保证这个基因测序的一个权威性和可靠性。所以我们用了 NGS， 就是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12代测序，然后包括我们用QPCR、QPCR的话来进行那个拷贝数的一个验证，然后我们还用桑德测序，就是最原始的那个 测序方法来，如果我们找出突变嘛，还要用桑德测序法去再重复验证。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体系。我们在中国做这个东西之前，跟 IT 是做了至少3批以上的双盲的测试，也就是说他们给我们样本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任何情况，给我们进行测试，然后我们回反馈我们的检测结果，然后是 100% 正确。 然后，IT在选择合作伙伴之前，事实上跟华大基因也接触过，因为华大基因它的名气非常的响，但是华大基因在这方面的做出的检测率，据我所知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最后我们实际上是选择了我们作为它的唯一的在中国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我们做了测序以后，它的我们拿了很多的那个测序出来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的话，事实上我们是跟 IT 一起做大的sharing，我们会他们会拿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测序的一个结果和数据。 然后拿到数据之后 ，IG 它 Genetics 它会对我们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分析，他们会进行分析，然后最关键的是一个是分析，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解读。他们的我们的我等会会给大家看三个不同的家庭，我们的一个报告是长什么样子的。它那个解读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贴近于临床的，然后是基于 IG 和全世界的一个数据来做的事情。 RB1这个基因检测，很多事实上中国也有不少公司说能做，包括华大基因啊，还有那些公司做。他们认为检测 RB1这个基因很简单。
事实上完全不是的，因为 RB1 这个东西它很长嘛，它是一个外显子，然后它的发病你可以看到它的发病概率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病，是非常的分散的一种发病的情况。然后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你怎么能够确定每一个基因突变它到底是致病的还是非致病的，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一点的话是必须要通过大数据的一个比较的。那么 IG 它自己本身应该有一个3000多个突变的一个数据库吧，他还看我如果找到一个突变，他现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找是不是以前发生过，如果是以前有病人发生过的情况的话，那是非常确认它就是不是致病的，如果不是我们事实上要进一步看这是一个新发现的一个致病基因还是一个旧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所以说在这一块的一个数据库比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发报告会用英文发报告，所以他们会用英文来发这个报告，然后报告到了我们这边，然后我们会把它翻译成中文报告啊，这是一个逐字的一个翻译，然后也是非常严谨的一个翻译过程。然后如果翻译到出现任何问题，至少我们英文报告为主。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报告发给患者的主治医生，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关键。我们是希望能够主治医生去跟那个患者进行沟通，因为主治医生事实上对于这个患者本身的情况是最了解的。这个报告的作用的话，我会讲到，事实上一个是最重要的是遗传信息了啊，所以很多父母会关心他们能不能生二胎，很多父母会关心他那个患者，如果是单眼患者的话，他以后到底怎么来复查，复查的频率是什么样子，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话，事实上是更多的是需要医生来去跟患者沟通来解释。然后这边的话，等会我会用具体的实际的例子来跟大家讲。然后我们的这是那个 Brenda 准备的一个他们那边的一个统计，一个测序结果的统计。事实上我们的统计，我们自己的统计数据比这个要更完整一些。然后包括双眼，包括单眼，然后包括这是先正了，这是我们那个先正，然后他的双亲，然后进行了检测。他的检测比率，事实上这边的统计的话，事实上我要说明一点。我们在做这个检测过程当中，事实上比较关心大家有个就是 IG 那边非常关心的是一个拷贝数变化。拷贝数变化事实上我们已经用新的方法来够确认了。然后对于 IG 这块，我们这一块的一个检测比率很快就会上升到95%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对于这一块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它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一般检测，实际上传统的检测方法，它事实上是你要有Proband， 你要先在 Proband 里面发现它的一个 mutation， 就是先要发现它家族遗传的突变是什么，然后再反过来去验证它的父母啊。我们用高通的测序的一个最好，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Proband not available， actually we just got blood from the parents。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用高通的测序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把这个双亲的血液也进行了高通的测序，然后在这个测序当中就直接发现了它的致病基因。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还有这60例。没有小孩已经去世了，这也是经常常见的情况，他们父母要做检测。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把父母的血，我不知道任何情况下直接用高通量测序全部把他的基因给测一遍，我们也可以找到10%的一个突变。所以说这点的话，事实上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测序方法可以比以前的传统的检测方法可以做更好的地方。然后报告模板事实上一共有4块不同的地方，然后我就一块一块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每一块事实上代表什么意思。首先非常重要的是第一块它是 clinical information和 family history，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知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家族史，然后他现在到底是双眼还是单眼等等，这一些非常基础的临床症状信息是包括以后给 IG 包括给我们进行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佐证。然后第二块的话是 sample information， 就是样本信息。样本信息的话是分 tumor and 分 blood and tumor，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们一直建议如果有可能可以拿到这个患者的肿瘤组织样本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肿瘤组织样本如果它是做保守治疗，无论是做那个动脉介入还是做剥切的情况下是可能一般是拿不到的，那除非是眼摘以后才能拿到那个肿瘤组织样本。拿到组织样本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如果拿到肿瘤组织样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认为，我们一般认定这组织当中是一定会发现这个基因突变，一定会发现这个 RB 基因突变，在血液当中不一定。如果我们在组织和血液当中都共同找到一样的基因突变的话，这是最最最最铁证来证明这个人的患病，这个病啊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东西，在血液里面也有两种基因。那我们组织样本要固定还是要新鲜的？这个都可以，无论是你是做成 FFP 的切片，还是那个 fresh tumor 那种，或者是冷冻的，就是都可以。在冷冻以后12年。完全可以，12是完全可以的，完全是可以的。然后这两个东西的话，我们在实际的在中国的整个过程当中，能提供组织样本的是极少极少啊，绝大多数都是不够实验。但是呢，也没问题，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是以查那个遗传性的为主啊。如果有肿瘤比较多的肿瘤的
那个组织的话，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做更好的一个比对和验证，就可能有一定的那个科学的科研价值。然后下面的话，事实上是对于这块检测结果，检测结果这一块也可以分到，第一个是我们就肿瘤的组织和血液来看它有没有找到具体的基因，这是两个等位基因，就是它两个拷贝数上面有没有发现它的那个任何的突变，然后会解释是用什么方法来做的，然后我们这里面非常明显的一句话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突变，这个人是检测到突变的。然后下面的话我们事实上是会跟他讲最基础的信息，就是我们查了哪些东西，我们这个 RB1 基因我到底查了哪些东西，这个事实上是 exon 1 to 27 including some of the intros 还有是一些 promoter region， 就说这是一个我们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还会解释这个突变到底是什么样的突变，它会导致就是基因突变最后肯定会根据中途法则，它最后会在 RNA 和 DNA 那个蛋白层面产生的一个影响。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是这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突变在数据库当中是发生过的，那就100%确定的，就是说曾经有过其他的世界上有过其他地方的人，他有这个突变，然后确诊了视网膜细胞瘤，我们在这边发生了重复的一个 case， 所以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证据。所以这里面包括了具体的基因突变，包括了突变信息的一个解释，以及包括了既往的那个病例的一个解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相信对于医生来说，那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些证据和那个说明。然后下面的话，我们非常该讲的就是它的临床意义在哪里，它的 guidance 和 recommendation 就是临床意义在哪里，这里面也讲的也就是这样。那么这里面有一点是希望大家要明白的，就是。就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一样，就是说在出具类似的这种报告当中，我们不可能把语言说得非常非常绝对，这个跟任何的病理科的医生的报告一样，我们不可能说得非常非常绝对，所以说任何的不可就是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我们都会在这里面说出来。但实际情况让大家了解的是什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数字事实上从准确率和敏感性来说是绝对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可以跟家长在叙述一些极端情况下应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比如说这个人他事实上是个双眼患者，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个突变以后，我们对他的几个有血缘关系的不同类别的亲属，包括 proband， 包括 parents， 包括 siblings， 包括son and daughters， 他的 children， 所以说他们的一个患病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他自己本人被查出来了，那就证明他100%携带了。然后这里面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事实上是。几点，就是说他这个，等会我会具体讲到这个家庭啊，他是患者自己100%双眼确定的时候，他的子女的下一代事实上就会被确定50%，比如说他以后结婚生小孩风险就非常非常大。然后我们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事实上是抛给临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知道赵主任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要做试管疫苗了，就是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事实上全都有风险，这边是高于5%和高于2.5%的风险。那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如果找到这个患者突变之后，我们第一反应是马上要去查他的父母和查他的亲兄弟姐妹，去看有没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同样的一个问题，马上要这个风险全部降到1%以下。等会儿这个家庭整个这个家庭的报告，我会给大家一起看一下。所以说这张表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张表格的话，实际上在用风险评估的方式来告诉患者本人以及他的知亲属，他到底的一个患病的风险和概率是什么样的。然后与此同时，在这边还会有一些建议，就是说今后的话，怎么样进行一个监测和检查啊？这个建议的话，是比较说句实话，在我看来还不是非常非常详细。但是这个具体的一个详细的话，我不能写得太详细的原因，是因为每个医生对他的临床的一个复查的那个频率和概率的话，还不是完全统一，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在这点场面，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recommendation， 所以具体到底是半年回来查，还是一年回来查，还是18个月回来查？这是根据每个医生最后对他这个患者的临床判断的这些决定。然后非常非常关键，这个千万不要忘了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这一块的话，事实上是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事实上，我们更多的是想让所有的人，如果他们有兴趣、感兴趣，要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说，我们会把我们的 testing methods 以及我们的 limitation 非常非常重要的 limitation， 这个检测它不是完美的。它不是 it's never been a perfect testing， 所以说它肯定有它的 limitation， 我们要把它的 limitation 非常就是很清楚。如果他们想知道我们的 limitation 是什么，我们会带领他们清楚我们有哪几种方法，我们这个几个方法覆盖了哪些东西，还有哪些可能性我们没有能做到。所以说这点的话我们都会写出来。然后这一块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因人而异，有些家长就钻得很深，有些家长就不关心，这个要根据也是根据医生的一个
对家属的一个了解情况，来根据他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写是写的非常非常细的，所以说目前的一个 limitation 的话，事实上包括一些镶嵌型的 mosaic 的一些部件，如果它的分布非常非常低，有可能我们查不到。但这些我们都会以后会逐渐克服。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尽量往100%靠，但事实情况的话是非常非常难做到100%，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95%以上，这样就是。然后对这个检测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说这个检测意义的话，我相信各位专家实际上应该比较了解。但是我这边实际上要更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遍，回顾一下吧。就是它分几块来话说吧。第一块的话，事实上，如果携带了它的那个一个物品的话，对这个患儿本身的意义在哪里？对这个患儿本身的意义是：第一，如果它是单眼，那另外一只眼睛肯定要比较密切的一个。因为它很有可能，这个概率会比较大的是，那另外一只没有受影响的眼睛，有可能也会有新发生的出现。这个事实上是在临床当中被反复证明过的。然后越年纪越小，应该查的越频繁。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提示，是改变它以后的一个整体检测方案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提示。对于双眼患者来说，事实上一般情况下，双眼患者都会确认它是有那个遗传性突变的。所以双眼患者，我相信本身各位医生检查肯定应该会比较那个频繁的。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长大了以后，昨天因为我看到有医生也讲，就是说对于他这个一个对于二发这种 second tumor 的这一个防范，对吧？只要这一点的话还没有完全的规范，但是肯定是建议他每隔比如说两年或什么样子的，要是进行全身的一个体检来看有没有其他二次肿瘤的话，其他二次肿瘤的话应该是包括在那个骨肉瘤，包括在皮肤癌，这一些有可能高发的一些东西也要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这是对于患者而言，如果这个患儿本身发现的话，如果患儿本身不发现，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the best news ever。就是说，这样的话，他的以后的监控就会轻松很多啊，轻松很多。每个医生，像我们赵主任那边，好像如果你是单眼的，会查出他是没有遗传性突变的话，你复查的次数可以大幅下降，可以大幅下降。这样的话，也是改变了整个患者的一个情况。因为我陪着那个。甘丽教授和赵主任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去看过，我可以理解家长非常不容易嘛，他们又不单都是医院都在大城市，都在省会城市，但是可以从各个小地方过去，赶一天一夜的火车等等一系列事情，实际上花费也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如果可以减少他们的复查频率，本身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尤其是对于眼摘单眼眼摘掉的患者来说，那是最好的事情了。那他就是基本上不可能会复发。如果是咱们测出单眼是阴性的话，那么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个报告的准确率大概是多少？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准确率是现在将近95%吧，94.1%，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还会继续往上提高，这个还会继续往上提高。所以说这个数字本身，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做技术的，所以会很追求这个一个数字的不断的一个极限。但是从临床角度来说，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确信的一件。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其他的低发率事件如果发生的话，那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块的话，事实上，就是因为还有一些病例，它通过基因没有问题的话，那你能去测其他的？哦，对，好的，是临床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检测，事实上目前在 RB1 这个领域里面能被确认的基因只有两个，一个是 RB1， 还有一个是 MECN。就是这两个基因的一个人的，然后 MECN 的话，它只有 2%， 就 less than 2%， 而且它应该是只有，我记得应该是只有在那个单眼上才会发现。然后从目前来说，我们会做的几件事，第一，我们会今后会把那个 MECN 这个基因也会以后会加进去，但是非常非常小，而且 MECN 很少是遗传，非常非常少是遗传。第二块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是二部分基因。现在是非常非常少，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全都是 RB1 基因，非常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做，这肯定，我觉得更多的不是为了临床了，更多的是为了科研了。就是为了科研，就是因为有没有可能发现第三个 RB1 的致病基因？这个的话，在科研层面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啊。因为我们从我们公司角度来说，我们自己有在做一个实体肿瘤的，有一个 panel 是做400多基因的 panel， 它实际上是 RB1 是其中一个，它远远超过 RB1 的一个范畴。它做的基因数会非常多，然后甚至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完全可以做那个全基因组。啊，就是做全外显一次，或者是甚至做全基因组的一个检测，这样的话就可以覆盖到你身上20000多基因。但这个呢，我个人的认为是在临床层面上面的应用意义会比较小，因为它是针对的是小于1%或者更小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对于科研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
对科研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情况，而且还一般情况下还必须是由总的组织一起来做的，因为你只是开水的话是不够的。这个情况的怎么能够看出它是遗传性？单眼多灶，是啊，这个点是这样的，单眼多灶并不一定是跟遗传相关，它的因为是这个意思，如果它已经确诊是肿瘤了，就是证明它在这个肿瘤里面是100%有突变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因为它眼睛还在，如果我把它眼睛挖出来，把它做切片来看的话，我100%的找到其实里面有基因突变的，这是导致它不停的会有新肿瘤发生的原因。但这并不 表明他这个东西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有的。这个基因检测的最大意义是，我要证明他生这个肿瘤的原因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在胚胎的发育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了。就是某些你这个做不行。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解释是，因为他临床已经证明他是有肿瘤了，所以说他肿瘤肯定会长的，100%会长的。但是我要确保的是，它这个长是因为它这块癌组织在长，而并不是因为我身体里面的其他细胞也同样含有这样的一个突变来促使它这个增长。这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查血液，我只查抽血来查，是查它的遗传性。说是那个 germline， 是对，是 germline 和 somatic 一个巨大的一个区别。因为你眼睛里面看到，无论是单眼或双眼确诊的，它那个眼里的肿瘤里面 tumor cells must have mutation。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单眼的一个非遗传性的癌，它通常是一块一个肿瘤，然后它可以长得很大，充满整个眼球。但是它是一多个的一个瘤，说明它有多个一个 resident cell 的这样的一个突变。它就说，如果有多个 resident 这个 cell 的突变呢，它肯定考虑是全身的一个基因的有异常，才会就是随机的引起视网膜上其他的多个对应的。因为 germline 就是眼睛。这个事实上，如果从分子基因学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包括单眼里面，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 mosaic， 但是它不是遗传的。事实上是它本身，怎么跟大家解释呢？事实上，就即使是你眼睛内部里面发生多灶的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我来解释，我可能这个理解它对不对？他说不遗传什么意思？就是不是来自于 mosaic， 不是来自于，但它往下它。往下传，它是可以传的。对，所以我就说，所以它遗传性，咱们中文呢都叫遗传，来自于父母也叫遗传，往后也叫遗传，就得区分一下。mosaic 不是来自于父母，这个意思吧？对，它不是，它是自己的。对，是自己的，但是不代表它不往下传。因为生殖细胞里，现在没有人证明生殖细胞里没有 mosaic。然后实际上刚刚这里面实际上解释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看，就是他认为临床的表现和那个实际的那个基因检测结果有可能是不相符。对这个，对，所我这一点我是要完全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这个患者本身，如果他的这个突变，就是我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我敢几乎100%确定，或者是非常高的比例确定，如果你能拿到他的这个眼睛的组织的话，我可以100%可以看到这个突变，这肯定的，否则他不会有这种的。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第二点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我实际上事实上，我们这边是有数据的。如果它真的是遗传性的话，我是可以在它的血和它的组织里面都能找到。这个匹配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你逃不掉的这个东西，这东西逃不掉的。我们接着讲。没问题，我们下来再再。你说什么在somatic 的区别？这个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 mosaic 跟 somatic 这些完全混在一起啊。mosaic 事实上它是一种模式，就是说你一个从一个很小的胚胎开始，它1/2、2/4、4/8嘛。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那你下面无论是2/4/8，所有的东西都会有问题，对吧？这是100%，你全身100%有问题。这是你看的这个。对，但是它1/2/4/8，如果在8变16的时候有一部分出问题的，那一变是好的。这一点接下来以后，16以后的东西，32、64这些都会有，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就变成你全身不是100%的细胞携带有这样的突变，那就是所谓的 mosaic， 它是所谓的那个有一定的比例，大概是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也讨论，可以这样理解 ，mosaic 其实也是 somatic mutation， 但它比例非常高。如果咱们是 somatic mutation， 假如身体里可能比如说10万分之1的 mosaic， 你明白我意思？而一个 mosaic 只在眼球里发生，它。
肿瘤细胞可能只有一个，对对对，它全身变异肯定是好几个，也特别难，不是会要我要把它一起来 ，Yeah，so the doctors they asking question regarding to the mosaic mutations,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out hereditary traits like mosaic. So it's like they got confused with mosaic and somatic and germline. So these three words, they tend to mix together. But I'm trying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hree. If even for the somatic mutations could be having mosaic presentations and without hereditary risks. I will show some data on that later in the end of the afternoon. I'll talk about mosaic. Okay. Brian 他会有专门有一个讲座，专门讲 mosaic 的东西。但事实上是，的确是的，就是 mosaic 这个东西不一定就是遗传的，这个跟遗传不是完全的一个，完全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这里面是的确是容易搞混的一个概念。但是从简单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遗传性的话，你应该是在血液里面。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With some brand new data. Hot data. But you need to find the mutation in the blood samples to prove it's a hereditary. If it's not in the blood, most likely, highly likely, 99.99% it's not hereditary. Even if you can see different things like in the tumor cells in the eyes. So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然后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些联系电话，大家医生的话可以，如果希望跟我直接联系，我的邮件和我的手机。然后上面的一个电话的话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服务热线的一个电话，然后我们公司也有那个网站，所以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在这一方面，生化母细胞瘤这个检测方面实际上是做的，在中国是做的最全的啊，我们是做的非常非常全面的。然后整个周期从以前的四个月初整体的一个报告和解读，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将近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吧，应该是。赵主任，我们现在速度是越来越快，我们也是跟那个 IT 这边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然后下面我想给大家看的几个东西，我这边准备了三个家庭的报告。事实上，三个家庭的报告，第一个是，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最好的一个报告，这是一个单眼患者来查检测了以后，然后没有任何突变。然后可以看到，我把名字已经去掉了。然后这个它是用的 Word WPS。关了，重新开一下。Unilateral probands with no mutation found. 是一个非常 classic report, which is best news ever for the family. 然后这一块东西事实上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拿到这个报告的话，应该大家非常有自信的跟家长患者说，这个你都没事。然后这个没事还意味着什么？这个没事你可以看到他们这里面实际上比较重要的一块是这边的一个比例，实际上基本上都小于1%。然后这边为什么会5.3？这个数字会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会是5.3？为什么不是0.1或者是1%或什么样子？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因为我们跟 IG 的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论证的过程，就是我们在积累越来越多的数据，在数据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数字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之前一块还要高，然后现在变5.3。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 number is going below, way below, like probably less than 1%. Because you're not finding copy numbers. Yeah. Before you leave that, could I just make a comment? Maybe you're saying it, but I don't know.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 lab that does testing to find mutations in the RB1 gene, because it's a difficult job to actually show the number of bilateral who must all have a mutation that were tested, and the number that you found mutations in, which is the test sensitivity in that lab. And if you don't know that, if they just say, oh, we find 95%, but you don't see the numbers, you can't believe it. And so we're very honest here. In the GeneSeq next-gen sequencing pathway, the copy number changes, and there's 20% of the tumors will have a change in copy number. That does not show yet, but it's bioinformatics. You just need to work harder. And they'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working on that to find those two. But until that's there, that is to stay at 5.3%, because this is real, honest data, not advertising data. 然后刚刚盖教授也讲了，就是说这块数字随着我们对于拷贝数变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实际上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然后对于拷贝数变化来说，我们实际上是除了做 NGS 以外，我们 we do both NGS and qPCR for the validation for the copy number changes. And also we are developing a third method to do the copy number variation for the 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 which is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method. But we are going through this with impact genetics right now. But until you validate it, we won't change that number. So, mutation, in broad sense, in 广义来说, mutation including a lot of different formats, like point mutation, which is hotspot, 就是像点通变, 就非常见的, 就是绝大多数我们是看到的点通变, 还有是 copy number variants, 就是拷贝数变化, 还有是 gene fusion, 就是说基因的融合现象, 然后还有是比如说那个 indel, 就是 insertion deletion 等等,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基因不同的突变形式, Any labs who perform this type of test, it's critical to showcase their real data, like how many cases they have performed, what's the common mutation rate in both the lateral and the bilaterals. These are critical numbers to judge if the lab is good enough to actually perform clinical tests.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这样的，我们跟IG的合作是完全公开透明，就是完全透明来展示所有的一个突变情况。 然后，就有题外话，就是说，IGA这边是非常非常very extremely rigorous and strict process。
I think that's it, correct. Yes. 就是非常非常，因为 IT 本身是非常，就是对于这块会是比较保守，而且是一定是让你百分之百实现的。市场考虑的变化这块，我们已经百分之验证过，他们还是要就是说来一次、来两次，不同的方法再来看，然后最后的话是这样，来给你这样的一个认证吧。我有一个问题，徐大乔，就是你总是在场上非常严格，我想问他们有什么国际的，就是公约啊，或者是国内的一些什么，就是质量控制。好的。In term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in terms of the lab certifications, so Impact Genetics is a clear certified and CAP certified lab, which is highest standard internationally. Internationally, that's the highest standard. So Impact Genetics has both. 我能用中文说一下。好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high standard， 我就说有没有这种国际的通用的这种标准？有。是这样的。能用中文说？对，好的。是这样的。好的。是这样的，IT 这个实验室它是有国际最权威实验室认证，一个是 CLIA clear 的一个认证，还有一个是 CAP 两个认证，这是国际通用的一个认证。然后它不是认证这个单独的 RB1 这一个检测的，它是对于实验室整个规范和实验室的标准来进行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就是 IT 本身它是这样的一个认证，然后我们本身我们是和基因的本身验证实际上分两块，第一块我们是有 CAP 的认证。就是说，我们是有国际上面是做 CAP 的一个认证体系 ，CLIA 它是美国实验室的认证体系，你必须要处理美国的样本和治疗美国的病人才能认证。然后这块我们也在做，原因是因为我们也可以把一些美国的样本用到我们实验室来做 clear 的认证，但是我们是走 CAP 这个路径的，这是国际层面。在中国层面是这样的，中国层面要开展检测服务的话，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实验室必须要有第三方医学检验所的一个资质。那我们公司是有，就是这是卫生部每个省都颁发的嘛，第三方的一个临检中心的一个那个医学检验所资质我们是有的。然后必须要通过医学检验所的那个包括 PCR 抗原实验室验收这方面，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中国内部从质控角度来说最权威的是卫生，就是卫计委临检中心在北京的，它每年会进行很多的那个实验室实验制度。啊，包括最近刚刚出来的，今年在去年刚刚出来的关于高通量测序以及液态活检这个领域里面的高通量制品，然后我们公司是第一批满分通过的，然后那是国内的一些认证，当然它的权威性来讲是绝对还没有 CAP 和 CLIA clear 这个要求高，但是我们从我们角度来说 ，both genes and impact genetics are following high， we are following the highest standard in terms of quality control。So do you use the same kind of between to your lab and American lab? Yes. Like som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we actually go through the same standards and protocols in terms of getting the certifications. Okay. 我还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可能经营公司，就是第三方验证不合格的嘛，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去检测什么 fever 啊，可以检测其他的，你就是专门侧重肿瘤的。哎，对，是的，我们。有什么区别？他们也是用RB1在光通量。好的，这个大概跟你讲 ，we just expand our conversations in not just for the RB1 but also to other, especially talking about the so many labs in China right now, which one you can pick and choose and trust.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NGS platforms or different techniques? 是这样的，对于这块来说，我们公司实际上是专注于肿瘤这一块，然后肿瘤的话，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RB1 是非常 niche 的一块 market， 就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块东西。然后我们包括肺癌，包括消化道肿瘤，包括乳腺癌，以及包括血液肿瘤，包括吉林啊、曼林啊等等这些血液病肿瘤，是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的。怎么好？怎么来证明好？就是有几点啊。首先，你国家的这些标准肯定要通过的，这是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第二点，在通过这些之后，你要看这个公司到底在这个领域有多少的积累啊。我们实际上在高通量测序这个那个平台上面，我们做了中国的肿瘤患者20000多人，然后是做了大概40000个样本，所以说这个样本量在全中国绝对是第一，是绝对是第一的。然后还要看，还有很简单的一点，就看你这个是跟哪些专家在哪些领域里面合作的。你比如说 RB1， 我们就是跟最好的专家合作，我们跟全世界的中国最好的专家合作。这个事实上也是基于一个信任的关系，然后来往下推进这项工作的。你包括在肺癌当中，我们是跟包括吴勇那个华东医院吴勇教授合作，跟上海市那个钟彩成教授、肺部医院做的，就是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证明你这公司强。那还有一点的话 ，specifically in RB1， the database is extremely important。So you have to tell the mutation if it's like benign or if it's a bad one, right? It can't be easily told by the information itself. So,
最关键的是 RB1 这个检测，它出来很多突变。事实上，我们看见过真实的报告。We compare two different reports with a local company in China, exactly the same patients with the blood. And what we saw the results, like we say it's okay, no problem for these kids, which verified by IgM. And then the other company said that you have three different mutations. You have three different mutations. Then we take a look deep in, we take a deep look into that mutation. Those are the US or.Can be verified. It's random SNP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到了，从技术角度来说，看到好像这是个突变，但是这个突变根本就是良性的，或者根本就是没有被证实的。你这个东西，如果你去报给患者的话，会产生重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亲身见到的两份不同的报告里面发生的问题。然后他的，然后 like we are very curious. Like we saw the three different mutations. We have the blood, right? So we go specifically go to see those mutations.放低到十五 patients， so 这个是巨大区别，就是这个区别本身的话，Brandon， if you want to add more， like I think the databas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f it's really a true mutation or no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这区别在于发光。对对对对对。And for some of them, you need to go back to research and say, does it change the protein? Does it change the RNA?So you need to do more experiments on the sample to find out if it's real or is it a normal variation, a rare normal variation. So you mean your database is not public?、Mm-hmm. Your database is not public, just for the some of the database is public, some of them are not. You know, if you publish in an article, definitely it's all public. But if it's not, then it's not completely not public. There is a retinoblastoma.Mutation database that was set up years ago by Dietmar Lohmann in Germany. But the data that went into that was not directly from the labs, it was from all published mutations. So there is, at the moment, no global RB1 mutation database, but that might be something that should exist so that you could look at exactly the mutation and say, was that considered a variant of unknown significance or is it a true mutation?But that doesn't exist today. But if it's non-public data, non-public, can you assure it's a mutation cause of public? It's a new mutation. If it's not public, that doesn't mean it does not, it happens at a clinical stage, just not being get published. So the doctor, like for example, the mutations we found with IG or with Zhao, it's been proved. It's,a clinical case, a real clinical case, and we find the exact mutation. So that's definitely is trustable. How do you prove? I mean, if you don't trust the person, it's not published. How do you know it's real? We know because we can predict it. Most of them are new, but you could tell from where the mutation is that it would damage the gene, so there would be no protein.From the kind of mutation it is. Sometimes we need to go and get RNA from the patient to say, is there a change in the RNA? And then we see that exon 14 is spliced to exon 18, and that proves it's a real mutation. Or we find a very rare mutation far away in an intron between, and you say, we don't know what this is. Then we look at RNA, and we find out that, in fact, the RNA comes along from exon 4, 5, 6 normally, and then it jumps into the middle of the intron. So that's a mutation, the gene will be broken. So that's the kind of knowledge and work that needs to go into proving it. We don't rely on it having been published before, because most of the, any way you break the RB gene that is really breaks it, it's going to cause retinoblastoma. So that means our limitations we found is definitely.Contributing to their inheritance. Yes. That's because my question is actually my hypothesis. Because if we found the positive RB1 mutation, that means we have to surveillance. Yes. Yeah. All the life of the patient. Yes. That's the loss of cost. Yeah. It's less cost than getting the cancer untreated and dying. And the care to save a person from a big cancer.Costs much more than catching it early because you watch them. Yes. So if you look at all costs, it's not expensive. Okay.
But that we'll hear about more from quantity ideas on how to do surveillance for retinal vascular patients. But certainly looking at their eyes, for those that carry part H1, some of you learned about H1, proven H1, they carry a mutation. Finding the tumor in their eye saves a lot of trouble and a lot of cost. Mosaic, but there is certain mutation. It's under, I think it's under 20% of something that is getting less sensitive. 就是我们听过一个血样，你可以在这个报告里会把我们再。会。但是如果查不出来，那不代表它完全没有。就是你有复查这个。有它那个现在目前的数据三百多个，三百零个亮点，单眼睛变异发现，有些是里面41%什么在，你就非常高，什么意思就是？单眼中有二十九个 mutation， 二十九个 family mutation。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就是他如果有 mosaic， 但是他不是在这个血液里没有。有可能。对呀、啊，他比如说在肺里，在肝里。哦，这是另外一个情况。这是另外，如果他已经发生了 metastasis， 如果他发生了转移的话。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原发，原发呢？如果原发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是原发情况，在不同地方原发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它是遗传性的，它是应该是遗传性的。但是你血液检测是阴性的。应该不会，理论上这种理论上是不大可能的。不是，他的意思不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个 mosaic 假如果只有1%mosaic，的 mosaic 那个。1000 maybe 1,000，叫发生率嘛 ，incidence， 不在不那么大，就是 incidence，yeah，maybe this mutation was only found not in the blood，maybe in some skin or。Then we would not know about it yet. 对，这是检测的灵敏度的问题。如果在血液里面查不出，你在其他地方，你只是对。When we report the mosaic and overall for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people who have retinoblastoma, 6% are mosaic. And we can see that mosaicism down to 1% of their cells, and it already caused disease. I will show. But if the mosaic only in the skin? Then we don't know it's there. Because we are not measuring the skin. Yeah, yeah. We're doing a research project doing exactly that with Erniel Gregersen in Denmark. We're taking skin from both sides, we're taking everything we can get. One child had intracranial surgery, so we got some intracranial DNA, and we compare what is the pattern in people who we measure mosaic in blood to see what the pattern in their whole body is. Does it go, one side has the mutation in one site doesn't, we will study that. We are studying that, so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You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afternoon. I will just mention that, but I'll talk much more about mosaicism and show you new data which I can't do right now. Yeah. Yeah. Double check， 所以这样的，不能说因为他检测出来有突变，他就说这个是对，他要验证的，所以他们应该有这样，这就是有 quality 一个，你
就 quality control， 这就是个 quality control。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这张报告没有，它里面有的报告。这个肯定要有的，这个应该有。就是说，分了，就是说，很多的它的图片本身，事实上你可以查到这方面的一个解释，说它在生物学上面 DNA 发生这个突变，会不会对它的 RNA 发生变化，和它蛋白发生变化？这个并不是说一定是要有一真实完全真实的视网膜细胞瘤以前发生的病例，但是这个在生物学上面已经可以解释的话，导致 RB1 这个整个基因的功能发生缺失，这就非常明显，非常明显的证据了。因为临床表征它是 RB， 第二它的生物学的解释完全解释得通。然后还有一些极端情况，就是刚刚甘教授讲的 extremely rare cases where we don't have any proof that we have probably go to the RNA level to check。If really like it's the gene is broken， 这种有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它在生物学上面我们现在理论上解释不出，但这个情况有可能我们要进行下一步的 RNA 的验证或者，但是 RNA 验证有非常前提，我拿血是验证不了，我是需要拿到它的组织的。还有一种情形，实际上在 RB 的发生当中，它就少很极少部分寄生在 RB 突变是没有发生，不能在血在组织上寄生在视网膜这个局部组织当中，也找不到突变。它的这个研究是认为不是是有很大的关系，但不是100%跟 RB1 有关系，所以说是永远不可能达到100%，永远不可能达到。有些时候不是达不到，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原料，就是N41的，就是那个蒙代，它会对你的这个随访病人有什么影响？有啊，蒙代克概念是2003年最近几年提出来，文章和 paper 可能刚发表一两年。没错，对，现在就没有这么标准了。那你这个血液的检测是我在你当然是体细胞，血液可以体细胞。你不是说它是有它是什么呀？对，它是什么？它是41%蒙代克。所以说，我就想我的问题就是说，对这种随访病人，有蒙代克，有59%没有蒙代克。就是有什么随访对随访病有什么区别对待？我目前对蒙代克随访按照German Method，按German Method，因为你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它往下，对对，你不知道它往下长出来，但是反正该说你得它检测了2例成年人的蒙代克，它的精子 nominate 就是可参可量，对。现在就不知道这个，下一步要做研究，就是下一步马上就因为我现在搜集这蒙代克嘛，下一步要做研究是看这蒙代克的全身是怎么分布的，没有人 no one 没有人知道这蒙代克，你比如说你10%的蒙代克，10%在头上有多少，是都集中眼睛，还集中皮肤，还集中软组织，不知道，目前没有一个。但你可查可不查，就不是 more question 了。哎，对，所以我就按那个蒙代克。你让他到传来，那是真的吗？我在说鼻子，就是这样吗？不知道，现在没有人知道。你做过统计吗？你说是真的，不管是有哪位。你现在关键不知道这，就是说这我在搞发生在全身是平均吗？没有。如果平均你都好解释，如果不平均呢？你没法瞎，你没法往下做，你明白？其他任何实验你不知道这个。比如我可以举例做，假如对我在搞10%皮肤。是那样，你没法解释。我举手了，你不举手，这个这个东西它是绝对不可能平均的，不可能 average 去区别。为什么？它一发生就是那种，它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一定在某些对，没错，你说有道理，但是你得 prove。血液是存在的话，Thank you.
large as we have a very what a discussion. Did you talk to the chair council? No, not yet. I'm talking about okay. I'm talking to the compassion museum. And yes. 各位，这个这一方面的一个讨论，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非常有意义的。下午那个关于安全相信，我来一起创业的东西。然后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个临床和科研之间的一个结合，我相信在这里面，在RB这个领域里面，包括在其他什么文章中，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用钱。因为我等会儿要赶飞机，然后我这边还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家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就是实际临床当中每个医生都有可能碰到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家庭，它什么意思？它是单眼。刚刚我们去讲这个单眼没检测到吗？绝大关系，80%的家庭是单眼没检测到。那太好了，跟他们说以后包括检测的，就是会极大的改变他们以后的一个监测情况。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比较不幸了，它是 unilateral probe and find the hereditary mutations。 Then we go back to check the parents, and then we find exactly the same mutation in the father. 就是说，他小孩里面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发现了具体的他的一个基因突变是什么样的，已经发现了。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在他的双亲当中、父亲当中也找到了。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去跟家长解释？然后这个等会儿那个 Dr. Gally will talk about genetic counseling part. 但这一个东西就是说，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比较不幸的，因为他有两重不幸。 第一重不幸是在于这个患者本身他发现单眼有遗传性突变，那理论上他另外一只好的眼睛也有可能会发生肿瘤，所以说对这个小孩的以后的 care 和 surveillance 会完全不一样，会密集度会增加。第二点不幸，这个小孩如果以后长大成人，他结婚，那他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他下面的结果是50%，他的子女会50%可能会遗传下去，那这有可能要牵涉到以后试管婴儿或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来帮助他他的下一代去健康生活。然后还有一块什么意思，就是 this is a sum。 Then if we take a look back into the father, so we find exactly same mutation in father's blood as well. 所以说他的父亲也查到了这样的一个概率了。但是他的父亲这个患者本身有可能是因为是健康人，他的父亲是个健康人，就是表现上说没有发现任何的那个突变。但是我们证实了，实际上他儿子拿突变的原因是因为他爸爸遗传下来的，他临床没有表现。 他自己不被诊，临床没有被诊断为是亡命的患者，他孩子有了，而且我们证实了他父亲跟小孩有的一样，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这个家庭要生二胎，有50%的可能性会携带一模一样的突变，而是很有可能会有那个，所以说这个家庭相对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个家庭的医生，但是碰到这个情况，那肯定是一个医生怎么去跟家长解释？ So now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this is like how fortunate the family, like compared to like unilateral without any mutation, right? So you find the mutation in the kids as well, in progress as well as in the parents. So it caused a lot of issues in the future for the kids, for the surveillance in the future, and even for the parents if they want another child, it's going to have higher risk too. So now moving part to the genetic counseling part, it's, I think it's doctors, counselors. Responsibility to relay the message to the parents and without invoking messages. I think I travel with John. We look at 50 retinoblastoma patients, and then I go to this room a few days ago and talk to a room full of parents about genetics of retinoblastoma. I speak in English, and they're all sitting listening, and then we have questions. The talk goes for 45 minutes, and the questions go for 2 hours. And the parents come to me with that report in their hands. Fortunately, they usually have the English version too, and I signed it. And they say, I don't understand this. So I have to start doing genetic counseling, interpreting that report to them. And I think there's a missing component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care for retinoblastoma in China and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too. That's genetic counseling as a whole profession. So we have two genetic counselors at SickKids that take the reports that I sign for impact. They take the reports and they sit down 3 times with the parents to explain it and explain the, what it means to the family in terms of the next children,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working on that.
That is not, it does not exist as a profession, but it's a very good profession to build. In the meantime, there's a really exciting thing emerging in North America. Impact genetics is part of this, not from retinoblastoma point of view yet, but from the prognostic genetic test for uveal melanoma. So patients have a uveal melanoma, a piece of that tumor gets taken out of their ey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molecular analysis and how big the tumor was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Taro has contributed to a lot, patient is then told that they will die in 6 months, most likely, or they have no worries, they will live a full life. But there's no one to interpret that for them. The surgeon who took the piece out of their eye is busy running around going to the next patient and is not trained in counseling people on what will happen to their life. So there's a whole piece missing. But the idea, because there's nobody trained to do this, is that this could be done online. You could have people very, very well trained who are develop a one-to-one relationship in social media, but it wouldn't be so, it would be very private to that patient to explain for the uveal melanoma patient what it means, how other people have dealt with it, and all this sort of thing. So to do that using the internet, Facebook, Twitter, I don't mean Facebook and Twitter, but something like that is a very exciting idea. And that might be very exciting for the Chinese retinoblastoma families to have that develop for China, because we won't train enough genetic counselors to be everywhere fast enough. But this could be very good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and getting to know the individual families. There are only 1,200 of them a year, new. 刚才也想到的就是那个以后的遗传疾病这一块，我们也非常非常关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要让癌细和做到以后，就是在国际层面上能引进更多的遗传性。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给医生也更多这方面的一个培训以及了解。因为毕竟医生是更人接触的最多的嘛，也是知道更全。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包括我们适合三种，我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个咨询的一个团队。然后当然不单单是在RB这个肿瘤，在其他肿瘤当中。For the next meeting next year, yes, the Shanghai meeting, you can have a special session for genetic. Good idea. 明年咱们在上海举办第二届 the seco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tinoblastoma Forum, we will set up a special session for genetic counseling. 就是明年咱们专门到时候再抽出一个时间段，这个 training 不光是讲课，我觉得讲课是一方面，不是咱们发言讲座 forum 是一方面，另外这个 training 也很重要。但大家缺什么可以提嘛？提完之后咱们可以提个建议，2个小时，就是这个遗传病这方面。到时候请 Marc 到时候来客，他们有资深团队专门。对，这都可以讲，咱们都可以跟他们。我们会跟那个癌细这方面合作，就是 online consulting。然后我事实上是这样的，因为他们 Toronto 的话有非常好的 genetic consulting， genetic counseling programs protocols from like the university and from the so one big challenge would be they only have two people, so it's very busy. Second is it's all English, right? So we need to transform like a platform on multi language. So I talked to Brenda just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see what kind of cooperation we can have in terms of bringing the most rigorous or the best practice of the genetic counseling part to China. 就是怎么把加拿大它甚至有学位，你可以去多伦多大学去读那个遗传心理学的硕士。就怎么把这块里的那些好的一些东西课程能够搬到中国来，这是我跟那个盖教授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肯定会往下面推进这件事情，因为否则的话，你跟老外之间叭叭讲，家长更不可能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培养本土的这样的一种咨询团队。然后我们非常倾向于说，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团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医生培训。就医生培训好，这才是真正的王道，这才是我觉得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然后因为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以及我们不了解病人的治疗情况，你们全都了解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应该是一部分嘛。
刚刚开始说 NDT 里面应该包括 data 的transition 好吧，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家庭，这个家庭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一定要跟他们解释好。还有第三个家庭，跟大家看一下，第三个家庭，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有，母亲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母亲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他的妈妈也没有，他是有，但是他母亲没有。然后看最后一个家庭。 最后一个家庭，事实上在临床上面很多被误认为就是有这种误解，这是一个 bilateral program 一个小孩，然后我们查到了他是有这个问题，这个 bilateral kids 他有一个 hereditary mutation， 但是临床上面很多情况下就是包括家长上面一天到晚就是说如果我孩子是双语，是不是我有可能是遗传回来，就是这种恐慌性会比较大。事实上我们后来他出来，他的报告出来之后，我们查了他父母，这是他父亲，没有。 他父亲没有，你可以看到下面所有的概率全部低于1%，所有的概率全部是 less than 1%，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父亲他的孩子的确是有遗传性的风险，但是对于他父母来说，如果想要要二胎根本没有关系，完全可以要二胎。他的父亲，刚刚母亲我们都查了都没有，但是他那个双眼的小孩，如果以后长大了，他的风险刚刚我这边在看的都是50%，对，他的小孩就是那个双眼的小孩是50%。 但是对于他父母来说，实际上这份报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宽慰，就他们现在不用去担心任何问题。然后这个东西跟中国跟国外，我知道这里面就题外话，就是说，因为宗教跟这信仰问题差异巨大。因为我看了很多中国的孩子，我不但是小孩嘛，我自己也碰到有些检测什么的，他们有那种，你的报告能不能不要给我老婆，只能给我，或者是，因为我也担心的这个报告结果，最后会不会到他们离婚就没有可能的情况。所以说这是 moral issues， right？ 这是这些东西在中国，完全有可能。所以说我看到这种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报告给了医生，医生你应该可以照顾的，或者给医生。我就有一个非本人离婚了。对啊，所以说这种就 out of it's not about Techniques, it's about moral issues. 就是跟适合合作，当时单细胞已经检测，这个到时候应该适合合作，就是跟适合合作，当时单细胞都已经检测，只有你这个不太有问题，我们再帮忙，有问题就加。对，他这个大概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很细了，因为我刚刚没记，我本来没想到我20分钟中间讲了这么久，大概这么有这么好的热情。他什么意思？他是要跟这个真的是多学科合作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是很少被夸了，他要跟甚至中心合作，要挑好的胚胎，要受精卵成活，而且还要多个受精卵成活。你总不可能，因为你假设说是50%机会的话，你不挑了六七个，你怎么可能找到 好的东西嘛？我六七个，我挑出来，然后这六七个我都后来都检测，然后这六七个当中我们查没有突变的，两个或者很好的，各种还有很多其他指标，甚至中间配合很多其他指标，都是最健康的两个，然后再植回去，然后再看它什么时候。不会，它是提供量问题，而且这个步骤不是我们做，这个步骤是让有经验的生殖中心做。 他们做那个试管婴儿的话，以前是做其他的检测的，对，非常非常重视。但这个生殖中心，它以前或是不排查 RP，它排查很多其他疾病嘛，其实是一样的。他把那个一点 DNA 出来之后，只不过我们专门负责 RP 这一块东西的东西。其实但是肯定是他们提取，我们只做检测这一块，因为否则这块东西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绝对不做。我们只做我们擅长的东西。就是你说这两块，就是你说做这个已经说了吗？ 确实针对，我们突变的。哎，对，而且赵主任也说，他一开始开展，他们会健康的人来做的，他先找这些已经被确认有遗传突变的人，他们想要孩子，这些就行。是双方的，对双方的，什么？是一方，一方就行了，父母双方一方也行，就可以，对，就行了这样。那具体这个东西要让赵主任跟那个包括这个来来看这边，跟这边合作一起来看怎么样，是不是？做一个很实际的东西。 做一名多少钱？我们做就是RP1检测，这块东西我们一家三口，三个人是18000。我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来自西北，我个人都很穷？我有没有可能我先走孩子，然后出现问题再给我家长？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这里面主要的费用事实上是它的跟样本数的本身的要求关系并不是非常多。我们以前实际上已经
试过只做一个，不做另外两个，但问题这里面产生问题会更大。问什么？万一产生失准，那还要再去重新把血运过来，有点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都是一家三口之间来做的。然后我们以前的差距是让一个人我们只差距1500块钱，所以说我们就最后决定就全部打包了，就是一家三口18000，是这样来做的。我们有一点，我们觉得我同意说的很多，另外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知道 IG 合作他们也有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我们是有合作。我这么说吧，我们公司做很多其他种的，说像做 RB 这种，我并不是为了赚钱，完全不是为了。这是我个人在跟的第一个项目，然后我实际上公司有很多的其他项目，但只有 RB 这个项目是我完全亲自个人去跟的，是因为我对这一块领域本身有非常大的一个兴趣，以及我看到很多孩子，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一个东西，是这样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一个。然后very glad for your time。And my planned topic will be just 20 minutes, but now I think it's lasted over an hour. So I'm very glad to see there is so many discussions and very meaningful discussions. And I'm going to the airport to catch up a flight. Bu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o the genetic testings, you can just call my cell or email me. And also, my cell phone is also my WeChat, so 我的微信也是那个手机号码，所以说有任何问题我们也都是可以那个线下的一个交流。然后除了临床方面，如果有科研方面的想法，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沟通。然后如果有患者需要做检测或这方面的话，也可以打我们上面的400的电话号码，我们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